今天啊，咱们还是比谁吃的快，谁吃的慢啊？谁吃的慢啊？今天就把这大葱给它吃掉啊！来啊，咱画个印儿，从这儿开始啊，开吃。哎，真苦啊！哎，吃点苦瓜败火。嗯，你得看神仙院去。没来了，紧赶慢赶没追上，输了就得愿赌服输，吃呗。这不大葱吗？辣不辣？没事，吃点葱好。喜欢老铁啊，双击加关注。